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宇宙英雄。哎呀，我们的无限赛罗又可以升星了啊！我们来看一下，无限赛罗跑哪里去了？在这里，看见没？又可以升星了，直接这个英雄进阶，跟我进阶成两星无限赛罗，帅气！等级提升啊，这个等级提升，跟他提升一下吧。哟呵，他现在可以升到60级，可以啊。虽然只有两星，哇，我们的材料也不够啊，直接跟他升了吧。反正无限赛罗以后也是个小主力啊，先升了再说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挑战啊，在这里没有免费抽啊，没有免费抽了。那我们直接继续时空之城，答应大家的啊。今天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挑战到20层，你看这一层的战力要求，推荐战力已经16万了啊。我们这个赛家没有16万战力啊，他好像才9万战力，不知道能不能打过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怎么又是爆炸虫啊？跟大家说了的啊，打爆炸虫要灵活走位，灵活走位。哎，这好像不是爆炸虫啊，他没有爆啊，这不是爆炸虫啊，看错了，这两个家伙长得有点像啊。哇，现在这些小怪就这么多技能才能将它干掉，这20层感觉有点悬呐，朋友们。下一关17层，来先丢一个山，这是鲨鱼怪啊，鲨鱼怪它在底下的时候打它没有伤害的啊，等它上来了才能打。好，它跳上来了，他的伤害也是挺高的啊，防御力也很强，看见没？几个技能下去都没有将他击败，四技能伤害很高，直接将他击败了一只。普通攻击，哎，打血少的呀！哇，怎么还有这么多？哇，这打个小怪都这么难的吗？现在这才17层，朋友们。打个小怪都跟前面打 boss 一样吃力，好吧，下一关我们直接用大招，看一下大招能不能快速清场啊！直接大招啊，第18层了，直接大招，直接大招啊！这个家伙防御力很强啊，但是也顶不过大招啊，大招的伤害那是真的高。来吧，下。看见没？但是怎么还有这么多？来，把它丢过去，来跟我跟踪！哇哇，这伤害，它直接滚了我一下，我掉了很多血啊！可以，难度已经很高了啊！我感觉这期视频是看不到20层的啊，我们就打到第19层，20层，我们下期视频出，看一下20层挑战 BOSS 能不能成功啊！好，第19层。还是开个大啊，还是开个大，来直接开大，这都是一群小兵啊，一群小兵，来来来，几拳带走了一波小兵啊。我们从地球上回来的时候，应该第2波小兵刷新，刚好把他们击败，看见没？跟我想的没错。好，第3层出来了，3层出来就没办法了啊，血量也在减少。来了，我们来一个4技能，4技能伤害也可以，看见没？可以啊。第19层的小兵有点吃亏了，那么20层的 BOSS 能不能打过呢？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光力哥，帮光力哥视频多多点赞哦，拜拜。